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静下来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们家有机器人儿。勾一个。杀戮是我最后的乐趣。复活吧，归来吧，让我再杀你一遍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回家了。看来不太需要回家呀。点烟吧，怎么卡屏黑了呢？这是你的赦免。
我一剑，哎呦！中单皎月吗？打野皎月，有闪现的。那这把来个西地牌吧。2500，3000，本来想打个星石回家的，没让我打。贴墙啊，这样打不飞。你死吧，好蠢！啥意思啊？让我去中路啊？我才不去呢！补完那个车就杀了，惧怕我，再吃个塔皮吧。Shut down。皎月又来了，来呗，没关系，可以来。我都无敌了，难道我还怕他吗？这不是可以的啊，可以。看来我还没有完全的无敌。他怎么装备这么好？怎么都落十只牙了呢？点炎，点炎没用，打不死。我养的吗？那我就养了他一个，他怎么五个人头呢？这不对。100块钱你还得开个大呗，你这助攻我估计连50块钱都没有。开大杀的好像不。本来我是没想杀你啊。
但你如果非得要亮牌，那我就必须得杀你。标月来了，标月是个屁呀，标月。皎月一个确实是个屁，这他妈四个人儿，皎月是你的噩梦，没用，皎月是个屁。可以，没玩好 Q 的啥呀，没太玩好。那这人头不是我的了吗？Legendary， 那这一千不是我的了吗？这个派克在干啥？别急啊，别急，雷军戴瑞是吗？皎月，皎月没闪了哟，给我了吧，我这练儿快开大，我这我都说皎月是个屁，你还不信？好闪！
纯他妈害银晶，赶紧跑！红也不给，给烫死了。哎呀，六弟弟，纯是害银晶。是怕我跑不了，还给我扣里头。战斗吧，与我相会于死地。喜欢打峡谷先锋啊？问过我了吗？给我了吧，我要的只是安静除非。我真杰杀派特啊，杰西不值钱。我一死吧，有的人就老在那说啊，就非得送一波。你说他是觉得就是我死了不应该，还是因为他觉得我死了接下来要打不过了呢？你不要着急，你老急啥呢？我死了，我早死，其实这都在掌握之中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急呀。我死，我肯定能打回来。我要打不回来，我也不会死。我有100把，可能有99把。控温控的都没问题，可能有偶尔有一把可能会翻车，那也就偶尔一把。最多也就一把，100把就能出一把。你别急呀，你看他还说我嘴硬。我打没打回来吧，你说我嘴硬。咱就不说别的，你就说我这把打没打回来。那皎月，我就让他杀这么多人，我让他杀我多少回，我给了他多少钱，这有用吗？也没用啊，这不还是打回来了吗？你为什么要皎月爽半场？那我让他爽一爽，完事儿我们这打回来的这种感觉才好啊。那你一直顺风，他也没意思。我只是觉得你不要急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要急，你每回你老急。看见我的 ID 了吗？我迈向死亡。
看这皎月他没躲个重伤，他打我们都不掉血，你瞅着没？他不出重伤，他根本他就打我这不掉血。现在除非他来个啥呢？他来个反甲，他能便宜。他们家谁有重伤？他们家就 ADC 和派克 ，ADC 和派克我一杀，给你来一波1v5吧。我应该把我的 ID 给你露出来。我也明白明白。你很急吗？兄弟们，你们大龙，我去1v5。我在牢笼之中，又被枷锁。出重伤了，现在出重伤也有点用，但是用处不是很大。败了，大招没了，没吸回来，我操！哎，大招没续上啊！这个再来一波，啊，没续上。大招没续上，回血回的太慢了。没有我的45%自我治疗啊！下回先杀的沙米拉啥的，杀他们杀的快。那咋没打下来呢？没事，我跟你们一块打一波。谁的龙啊？给我放出去啊！哎呦，那地上全是眼儿。他们家 buff 体验卡，没事，推一个钟吧。投降了。